脚踏车都是可以直接扫码就骑走的，然后你骑到任何地方，只要你想要停下来就停下来，它锁起来，然后你的 APP 上面就会注记它锁起来了，然后透过那个 APP 来直接扣款，看你骑多久，很方便吗？我现在要来刷 Hello 单车，然后我就会先把支付宝开起来扫一扫，他就会跑。我刚刚刷了那个 QR code， 好，这边哦，确定解锁。